小苏，握紧我的手，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，好吗？你打算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了吗？我愿意。喂，小孙老师，你最近和孩子们过得好吗？好，小苏姐，山娃、豆豆还有小美都想你和宇峥哥了，一直在问我你和宇峥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小岛。过段时间我要出趟远门，走之前我想去看看你和孩子们。你要出差啊？好啊，什么时候过来呀？后天吧。好，那太好了，宇峥哥和你一块儿来吗？他最近挺忙的，他刚回公司有很多事情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过去。一个人？好吧，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还是能和宇峥哥一起过来。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好，那我们后天见。好，后天见，拜拜。小苏姐，这些都是宇峥哥送的，还有这些，还有投影仪，还有好多其他的呢。小苏姐，你和宇峥哥为学校、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，现在又在筹备小苏基金会，我是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。基金会？是啊，基金会的人说了，他们会再招募一批志愿者，然后再筹集更多的善款来帮助岛上的孩子们。明年，等明年你从国外回来，到时候新校舍也盖好了，也会有更多的老师，那样就有更多的孩子们有学上了。岛民们都说这是你和宇峥哥的功劳。你刚才说基金会的名字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呀，叫小苏基金会。怎么你还不知道啊？那可能是我宇峥哥故意瞒着没有告诉你。
我想你应该不是来看海的，是想我了，对吗？别自作多情了，谁想你了？我是来散散步的。是吗？散步应该开心才对啊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谁愁眉苦脸了？就算我不开心，也是因为舍不得孩子们。真是舍不得孩子们？那不然呢？还舍不得谁啊？你呢？你在这儿等什么？不会是等日落吧？是啊，就是等日落。等着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西下。杜小苏，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爱情是那么简单，甚至有点平凡。我想要的，就是一辈子能够像现在这样，无忧无虑的，拉着你的手，一起看行道的日出日落。你再也不必为我做出任何牺牲，不必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因为我会为你做出改变。你想留在上海，我陪你留在上海；想去巴黎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以后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从脚下这一步开始，穿越整个世界，往你的方向去。小苏，握紧我的手，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。照顾你一辈子，好吗？你打算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了吗？